土壤健康和食品安全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，为此农业部还正式公布了到2020年农业化肥零增长计划。而早在几年前，国内的一些企业就预测到了行业发展的趋势，开始探索化肥适用量与土壤健康、粮食增长之间的关系。在美国，一公顷用20公斤肥料，20公斤，让我听了就不可思议啊！我说我们中国一亩地用就这二十公斤都不止啊，啊，甚至几百公斤啊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差距啊！我们目前国内的这肥料市场，大多数还在比含量，但是含量高，它不一定吸收率就高。我们中国政府啊提出了一个化肥零增长的这个概念，然后我们巧克力呢，就是把这个含量啊，肥料的含量越做越低了，但是吸收率啊越做越高了，吸收率上来了。老百姓呢，不但节省了钱，而且得到了更好的效果。据了解，寿光志同道合坚持单品运作，在国内水溶肥市场首开一个新品类颗粒水溶肥，主推巧克力品牌在国内外的建设，致力于让更多农民享受丰收的喜悦。品牌首先就是两个字，抓住。就什么是品牌啊？品牌它要代表这个品类啊，这才叫品牌。然后我们巧克力呢，就是开辟了颗粒水溶肥的一个新的品类。在没有巧克力之前，就没有颗粒水溶肥这个词啊，就这个品类。然后我们持续的就是一直这么去做，然后我们公司呢就主推这一款产品，就做到聚焦，把所有的力量啊都聚焦在这一个产品上，然后就打造成一个品牌了。面对现在行业整体低迷的行情，志同道合显得很自信。孙荣建称，多年的品牌建设就是要让巧克力成为颗粒水溶肥的第一人，成为用户的首选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刚开始做这个巧克力这个产品的时候，我们就预测到，未来的3年5年的农资市场肯定会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，会走一个下坡。为什么会这么样？因为现在我们目前中国就是这个产能过剩啊，所有的行业都是产能过剩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品牌，而现在就证明了这一点。现在有品牌的企业，得品牌者得天下，因为品牌代表信任。就像我们这个巧克力的一个英文名字叫 Cocoly， 我们在70多个国家已经注册成商标，然后在东南亚、在非洲啊、在美国、在这些欧洲国家，并且都非常畅销。因为我们虽然我们是聚焦做一款产品，但是我们市场变大了。我们不光是面对中国市场，我们还有面对全世界，中国的巧克力，世界的 Cocoly。